表的是火车出站响起点儿，各个车厢都坐满了人儿。有个小伙子不讲理儿啊，占俩座位还写着个事儿啊。流行歌曲儿啊，脚底下不住忙打着拍子儿。那这时走过来人一个，20多岁，是个大闺女儿。这姑娘长得个真叫好，大眼睛，鼓鼻子，这尖下颏是薄嘴唇，这身上穿着连衣裙，这小伙子一见就忙让座啊，气坏了站那儿的老头子啊。这老头说，你不让我坐，让他坐呀，请问你这是啥意思啊？那小伙子说，我让他就是不让你，这因为他是我的妹子儿，你还别往那杆儿里去，别先吃萝卜你淡操心儿啊。这老头越听越生气，今天我遇上一个二流子儿。这老头说，这姑娘本是我的独生女儿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？水滔滔绕山川，西沟女儿身骑蓝，一别大飞走如山。
轻地躺在病床上，让人看清心痛酸。他十七岁嫁到西高村，后来都没有相亲先，多少次几脚头边就赶花走，月儿高悬才往回返，多少次忙得赶不住整顿饭，冷水和窝头把肚填，多少次为阴金想么办起夜，他走南闯北去取经验，多少次为一个农民做代言，深夜挑灯写议案，忙忙碌碌一辈子，大事小事忙不完，九十岁的老人该歇歇了，不料想身患重病住了医院，来看望他一位身长八卦谈，感谢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望我，我的时日不多，临走前恳请你们帮我了却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沈主任，您说这件事儿，我已经和领导多次交流，也和儿女们都沟通好了，我决定把共和国巡长四个月的补助共计135000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个主子。沈大姐，怎么又提这事儿？是啊，沈奶奶，咱不提这事儿，好好养病。沈主任，这是党和人民对您工作的鼓励和肯定。沈主任，您的一生不平凡，见证了共和国犹如刀枪不离剑，您推动同工同酬越宪法，为妇女撑起八边天，第一届人大代表您当选，连续13届风风雨雨60多年，每一届都围绕三农协议案，你终身为民来代言，你一生付出不求回报，从来没有向他劝。主子调你进省城，你不定级别去当官，不要工资和住房，工作关系不随钱。哎，我的级别是农民，就是太阳底下干活的人，哪也不去，不是西沟离不开我，是我就离不开西沟啊。怎么哪个谁，这个钱我一定要交个主子。沈大姐，你捐的已经够多了。那一年为解决村民吃水难大饥荒，你把母亲喝的奖金往外捐，包的开幕奖金你不要，捐到敬老院把爱心献，汶川地震你睡不着觉，疫情来袭你心难安，危难时刻的心焦虑，把自己的积蓄全捐完。
不算深，大的恩情才大如天，一锅却洗够农民杯杯苦，吃糠咽菜度日间，没有黄土金石头，石落石来三连山。当年我开会上北京，骑毛驴坐卡车到驴皮车，坐到又到十几天，到如今西沟发生大变化，穷山沟变成米粮川，家乡门口通高铁，上北京一天就能来回返，多亏了伟大的共产党，老百姓日子才一步一层天。听党话跟党走，我的信念永不变，我最后一次报答恩，这别大为了心。尊重他意愿，上司从前做典范，共和国勋章不作废，作为党费都交完，这正是山高水长情无限，英雄老谋苏鸿篇，忠于人民忠于党，榜样永远在身边，太行精神摇千秋，老谋精神
京前门高如玉，三灶火焚不沉沦，忍辱负载家国恨。强国新图景，孝为前贤启后人，放个梅花清雅韵，余音绕梁醉古今，余音绕梁，余音绕梁醉古今，醉古今。